迪士尼玩具总动员酒店。居然是标间儿。到了大厅 Level 2。 我感觉他那女性耳朵有意思。你现在看看，谢谢。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人好多呀，这边。我们现在要领一个东西。好，祝你帮您。然后领那个生日勋章的。正经出示一下。好，祝您生日快乐。然后这是送您。好，谢谢。拜拜。拜拜。欢迎来到上海迪士尼。欢迎来到上海迪士尼，我们到城堡前面了。探险岛，第一个游玩的区域。我们到了翱翔飞越地平线。4D 电影，对各种世界各地的景点，景点基本都很高，以航拍机的角度，对，以鸟的角度，以你的话来说是以鸟的角度来观看。但是如果恐高的可能就不太行，恐高的可能会有点。哦，对，我一直在说我们，其实是你们。加勒比什么感觉啊？就最后一下挺刺激的，前面都挺平淡，对，就怕有东西，就是黑黑暗暗的，让你觉得随时可能出现危险。那个是火山吗？还挺壮观的，跟那个东京那迪士尼海洋那个特别像。
个是小熊维尼历险记，五分钟出发了，出发了，想吃饭吗？我是跳跳虎，来我们一起跳，上边，你看上边，抓住好大的蜈蚣。小熊维尼好玩吗？还行，跟香港的一样，就是差不多。对，真配你这个黄色口罩。梦游仙境迷宫，迷宫迷宫，我们要进迷宫了。真不容易绕出来了，我要去睡。圣诞树，明日世界，应该是吧？你看看，这个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玩到的最恐怖的，最恐怖。但是它形式特别新颖，就是踏着一个摩托车上，就跟骑摩托车的姿势。对，那后边有一个板能压着你。你说说你的感受吗？你感受最深。我的感受就是，它一开始第一次有一个下坠，然后那个特别难受。倒计时结束之后，巨快的速度就给你飞过去了，就给你弹出去了。弹出去了。好漂亮的城堡！现在您步入了迪士尼城堡的里边。米奇好伙伴美食集，走吃饭。番茄排骨面，这样的干拌的，真好看。米奇，这也是米奇。我们吃完了，这顿怎么样？吃饱了，大馒头这么大，比我脸都大。醒醒醒醒，你快醒醒，醒醒！哎呦，你也醒醒。我瘦了，亲亲，哎，别打我，哎，他欺负我，很可爱的小松鼠。11月份的耳钉和项链，好好看呀，特别高，好像是那种发玫瑰色的，对，就我们10月的，你看，就是，对吧？纯粉。人到了玩具总动员的区域，
这太夸张了，这个比上面要高，这个比上面要高。这个他的洗手间是小伞兵的样子。哈，你们一定是新来的玩具，很母威。见到大家我太高兴了，你们好，我叫翠丝。我们出发喽，飞的，对吧？好满啊，有点像小老师姐，是飞行吧？飞侠，对，哇，有坏人。起飘旋转，旋转。冰雪奇缘演出。看演出来吗？给你看我们的视角。嗨，大家好，我是雪宝。看到前面太困了，前面太冗长了，就是太平淡了。后边歌起的还挺好的。现在我们来看漫威了。这是他们拍照的，出口还是那边哦。好，谢谢。刺激的，把我今天累得够呛。可能因为疫情人特别少，然后就没有一个项目我们只是排队超过20分钟的，半小时吧，20分钟到半小时，几乎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进。人少，然后你这个体验感就特别好。我们要去坐旋转木马，坐旋转木马了，然后还要坐我的唐老鸭冰棍。走吧。
mode as they may interfere with the aircraft's navig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nce airborne, we'll let you know when you may use approved electronic devices, but note that some items may not be used at any